咁啊開始啦。咁啊有位網友就話啦，我哋外佢發夢嗰陣咧，就見到啊博士好似一個隱士咁喺個街度講道喎。咁樣請問呢個形象係代表啲乜嘢咧？啊，咁佢已經咪發一次半次啊，係發咗幾次啊？呢個夢你見到我唔係今世嘅事嚟啦，係前世嘅事嚟㗎啦。咁啊，恭喜你啦，有緣分，努力用功啦，有緣分可以努力用功，好事。鼓勵你努力用功，因為我哋唔係今世去做呢個工作㗎啦，係前世一路不停要做呢個工作，只係今世咧係繼續嘅。因為好少人教呢種學問㗎，而家世界好少，即係好少人講到呢啲咁現實嘅學問，係你出世有嘅，你唔知啊嘛，嗰度大鑊啊嘛，係咪？又唔識用自己嘅能力，個個都有嘅。而家就話翻聲俾大家聽咧，原來你可以借食飯、瞓覺、做愛都可以富貴嘅，都可以升華到自己嘅。第二個問題，咁啊呢位朋友咧就未勤力練功之前咧就冇乜發嘅。但是練了功之後呢就幫了古靈精怪的夢，那有什麼含義呢？是幫你減輕了你那個人身上的障礙。如果你有這個，即是說你是進步中的，你可以想想你自己呢，原來發覺你的行為呢比平時呢進步了，應該生氣的，你沒有意生氣的，我覺得對不對？就話你已經係進步咗啦，佢係消咗你嘅潛意識嘅深層嘅負面嘅意識走咗出嚟啦，幫你散咗。第二個問題。咁我冇夢法嘅話咧，好事定唔好事啊？好事，知人無夢，古代有講噶，知人無夢。第二個問題。咁咧，博士啊。點樣可以放睡眠同埋生活放咩？喺呢個睡眠同生活上有乜嘢可以幫助我哋恢復翻個，或者係提升個視力咧？因為佢呢位有青光眼嘅視力弱，呢個講咩咁嘈咧？講咩啊？有青光眼啊！佢本身有青光眼嘅，咁樣喺瞓覺同埋生活習慣上面有啲乜嘢可以幫助到佢改善嘅視力？佢要買啊，揾個方太配個平衡儀先喎。你有時間嚟康復天地見我啊！要睇睇個青光眼全部點先。再有一個，你問到眼咧，同大家結緣啊！有白內障嘅人舉手。有邊位有白內障嘅咧？在座嘅。有幾多個啊？有幾多個啊？舉手。使啦，婆婆年紀過大啦，嗰啲50、60歲嗰啲咧，六位到啦，有5、6個啊。咁你得閒咧，嚟萬福或者晏啲，我教你個方法，但係你要日日要做嘅，應該咧3個月內咧，原本醫生要做手術咧係唔使做噶。深奧啊！呢個非常深奧啊，冇好似都教出嚟嘅，我完全冇白內障啊！係你自己將佢化走咗嗰陣白內障，比較深奧啊！喺我出唔好亂咁講啊！林家家俾眼科醫生屌你打。因為不用揾食，林家呢條友搞啲空嘅嘢，係快走嘅，3個月內，正常2個月內快走嘅啦。即係佢要話要做手術啦，知你有啦，你可以唔使做，因為佢個白內障咧有陣膜咧走上嚟啊嘛。
你化走咗佢，咪唔使做咯。大家明白嘛？如果你冇咧，你得閒練我呢個功咧，都可以化走嘅。呢個下次先公開講。我今日咧，你如果有大和尚舉手嘅人，可以帶走嘅。唔係用藥噶，係純粹用你人體嗰種氣咧化走嘅，化走嗰陣令你遮蓋咗個視覺嘅，喺嗰個視覺膜嗰度嗰陣霞氣，佢一陣霞氣凝聚咗喺度啫嘛。大和尚就係一陣霞氣咧遮住咗你個視覺膜嘅嘛。你化翻走佢就冇事，第二個問題。咁啊，博士，咁呢位朋友咧就話啦，中元節第二晚咧就夢見到佢個兄長同埋父親嘅。咁咧，博士咧就話喺佢死忌嗰陣咧就念心經廿一次。咁佢個死忌咧就喺十月底之後幾晚都再夢見佢哋，夢見咗幾晚咁都佢可以做啲乜嘢？你去阿方太攞少金剛明沙撒去嗰個墓碑上邊，同阿方太你話個阿博士話叫我嚟請啲金剛明沙，咁你走去嗰個墓碑上邊咧撒一撒落去，就話希望佢往生善道咁得啦。第二個問題，咁啊，東華，你話要做場好嘅愛啦，咁樣。點解同一個結咗婚幾年、新年同樣貌都走曬樣嘅老婆，做翻最正嘅愛咧？問得幾好喎、因為你。冇一個神聖嘅感覺咧，你又起唔到嗰個作用。咁但係如果老夫老妻嘅做愛咧，就唔同年輕嗰種係肉體上嘅感覺。嗰陣時咧，你係可以昇華咗咧，你係心靈上嘅愛意嚟嘅。昇華到點咧？你拖手揾一日。行去珠海區海旁大道，同你太太拖手行一段路，食餐好飯。你唔可以話你將個年紀六十幾歲揾翻廿幾歲嗰種激情噶嘛？你冇個體能啦，咪只係攢搞啫。但你拖個手行路、散步。食一餐好飯，佢可以超過咗你肉體上嘅做愛感覺嘅喎，因為喺我哋個宇宙咧，有一種生命咧係手指對手指嘅啫，唔係學我哋咁粗糙，有啲對眼一望嗰、那個愛人咧，就已經有我哋呢、這個。因為人類同埋動物咧係好粗糙嘅個性愛行為，係好粗糙嘅動物型嘅愛情，即係屬於嗰個情慾嘅多，唔係深層嘅愛意啊！高級嘅生命咧唔係咁樣做嘅方法，大家慢慢去領悟下。老夫老妻嘅多啲時間，攜手。行咗人生路啦，你繼續可以攜手。所以我耐唔中，我同我太太咧行街啊，都拖住啊，係純粹係喺意境上超越咗嗰個身體嘅觸覺。第二個問題。嗱，咁啊 Sir 大家好多朋友都年紀比較大嘅時候咧，就有啲牙齒敏感，食啲凍熱嘢咧就越嚟越好滋味啦，咬落去嗰陣，咁有咩辦法改善咧？你買印度嘅牙粉啦，重慶大啦賣啊，
就印度嗰只植物嘅牙粉啊，刷牙，好平啊！咁咧就要用熱水刷牙，但刷牙咧就記住啦，你係刷牙根為主嘅，即係講肉啊肌肉為主。嗰啲牙嘅髮黃質嗰度咧，係輕輕掃幾下，掃咗啲垃圾咧就算。但實際咧，刷個牙根為主嘅，擺印度牙粉講，好平好平。要熱水嘅，用暖水刷牙，配呢個印度牙粉。第二個問題，咁啊，而家香港亂，好多人都想，好多朋友都想離開嘅。咁阿 Sir 咧就話咗教質啊，係個逃生門啦。咁仲有冇其他地方咧可以走？我可以走去邊咧？上年紀人唔使急於走，你攞個身份，譬如喺台灣攞居留，有 BMO 嘅咧就續翻佢。個 BMO 咧係好有效嘅。讀翻佢，但小朋友咧就可以為佢諗下啦，啲下一代，因為係為佢嘅將來嘅前途去諗啫，下一代上年紀嘅走唔走唔係咁大問題。但教育家嗰邊咧就係要好得閒嘅啲錢，你唔好諗住揾食，你諗住探世界，各色其色咯，要睇下自己嘅經濟能力環境咯。如果你哋去喺外國或者有親戚朋友嘅，佢當你攞個佢嗰個做工作都係方法嚟噶。但下一代要就要諗計走嘅，有冇問題？嗱，咁啊，咩叫識啲錢？調翻轉頭喎，有個方法咧就最著數喎，真係正喎。你喺澳門住咯。是吧咁近咪真澳門住囉，真係橫琴啦，擴大咗啦，你真係嗰時你真係喺澳門住啦嘛，人好靈活㗎嘛，我哋真係香港睇反咗喺澳門住。好啦，或者走返西港板納就一流添，住廟啊唔使錢啊，西港板納住廟真係發達的退休啊，真係唔係講笑啊！千蚊個月，你諗啦，茶餐督察，朝頭早起身啊，跟啲和尚念經，嗰啲泰國和尚嚟嘅多數，真係長命百歲啊！西港板納好靚嘅，全中國最好嘅地方就係西港板納，我同咗中央嘅大官講㗎。四季如春，全部綠色環境，靚到飛起。租間屋仔啊，200蚊人民幣，300蚊一個月，啊！得閒啊，行勻曬嗰成個雲南四川遊山玩水，住廟啊最抵添啊，唔使錢。第二個問題。嗱，咁啊，講緊廟啊，馬來西亞有間廟值得參觀嘅咧，間間都值得啦，講你自己緣分嘅。咁啊，乜嘢係另外一位朋友問啦？咁咩叫空即時識我？呢個唔可以答，因為我做唔到啊。嗰個一個係一個極係一個。宇宙另外空間的作用嚟嘅，我哋做唔到嘅。知道有呢、這、一個情況，但係我做唔到咧，唔可以答。佢呢個如果去到呢個層次，乜嘢人可以答呢？有幅牆喺度，我行到過去嘅，俾你睇到。喺幅牆度行咗過去，行翻入嚟，就可以答你呢個問題啦。如果唔係咧，就係亂咁噏，你做唔到。
嗰、那個係種係嗰種境界嘅人嚟嘅，即係我行過幅牆，行翻入嚟就可以答你呢個問題啦。即係佢嗰個物質世界同個宇宙嘅感性嘅振頻咧同步啊！佢陣間同步咧，佢就可以過到嘅。我哋過唔到幅牆咧，就我哋個思想咧有一個觀念，這個、呢個咧叫妄想嘅執著。因為我哋有呢個妄想嘅執著咧，就係、是、我哋係由自細都形成咗咧，就話呢幅牆咧就是、實淨嘅，有呢個觀念喺度，所以過唔到。如果呢個觀念一去到呢幅牆唔係實淨嘅話咧，你就過到噶啦。呢、这個屬於堅固妄想，其實佢唔堅固嘅喎，咁你個思維咧，或認為你幅牆咧係堅固噶嘛？你自細都形成咗喺度嘅，明唔明啊？咁咧你就過唔到噶啦。咁你點樣去除咗呢個堅固嘅妄想咧？不容易。到你呢個堅固嘅觀念，呢幅牆係堅固，呢個觀念冇咗咧，喺你嘅你就過到嗰、那個係呢一個空間嘅情況係點樣發生嘅？我做唔到啊，絕對做唔到。但做到咧都有個禁忌嘅，話如果你有朝一日你真係過咗俾人睇咗咧，你自己要走啦，要離開個場面。即係呢個唔係喺呢個人類嘅理論世界嚟噶嘛？你再留喺度咧，會帶嚟好多煩惱、好多困擾、好多。所以咧，以前咧大修行人咧，一用咗神通咧就要走。有個問題。嗱，咁啊，呢個係關於木方嘅問題啦。咁啊，木方嘅三降力係一種咩力咧？唔係單純嘅死力喎，唔係點治病咧？咩力話？方嗰個三，你因為你木方係三降型噶嘛，咁嗰個力到底係一種咩力咧？有個黃金定律嘅力喺度嘅啲木方，又有最重要都係有你本身嘅心意喺度，同埋咧要有你本身。做過啲幾多善意嘅工作，有幾大嘅功德嘅力喺度，結果咧影響咗你落手嗰下咧，幫人快定慢，就大分別。等於而家話世間有啲人做事咧，冇人信嘅，佢就因為佢冇嗰個功德力喺度，即係冇嗰個威望。咁你威望咧就憑你嘅行為積聚噶嘛。點解而家我哋香港啲大官出嚟講嘢冇人信咧？佢冇咗威望啊嘛，係咪啊？佢好心佢都唔信你啊嘛。咁、那個威望咧，憑你個人嘅功德力凝聚嘅，係俾人感覺喺嗰個人嘅潛意識咧，感到呢個人佢講嘅説話咧。是值得信任的，这个就是涉及这个功德力。这个力呢就靠这个人本身的修为积聚回来的。所以你见很多人出来讲你做推销员啊，讲个天花龙凤啊，讲得很难听，你始终感觉不实在的，他就没有那个功德的力。所以大家做好事要做得多，特別話我哋而家叫啲同學做好事咧，係唔使錢嘅喎，大佬。你影咗我哋嗰張電影卡嗰、那個 Q 曲，日日得閒用10分鐘、5分鐘，
鏡俾親戚朋友同學所有嘅人叫你欣賞下。咁你無形中做咗好大好大嘅好事喎。佢睇咗套電影，改變咗一生人嘅觀念噶嘛會。你又唔知佢睇完之後改變咗佢又會點樣流通，又改變其他人啊？俾佢捐錢大好多啊！嗰種係無上功德嚟嘅，係唔使用錢係功德。你用錢買好多飯啊，買好多嘢俾人食，食完都冇咗咯喎。但你嘅知識傳播咧，佢不停咁樣流通落去噶嘛。所以屬於睇唔到嘅無上功德就非常大。到我今時今日，我有好多靈感啦，就係我過去做好多呢啲無上功德嘅工作，喺大陸啊、演講啊、送書啊、做政治工作啊，兩句説話咧又解決咗好大嘅危機啊！呢啲咪功德咯，唔使錢嘅喎，用錢做嘅好事咧好細嘅嗰啲。咁但你要不停去做，不停去做，不停去累積。譬如我搞掂我美國呢個工作，令到世間嘅人咧改變咗嗰個笨狀嘅觀念，影響咗世界咧更加環保，又影響咗世界嘅人咧對死亡嘅認識咧更加唔會恐懼。呢個好大功德嚟嘅喎，係移風易俗嘅喎。是無上的功德，它是實際存在的，但你計不到數數出來的，是不是？金剛經有講的嘛，只要你流通金剛經那幾句說話，一求你揀幾句說話去流通，厲害過你起廟起城的嘛，那個功德的。世間看到的東西不是很珍貴的，例如現在你香港問題一念之間嘅啫喎，如果習近平一拍板，嗰個全部問責下台嗰班人，所有大學生會嘅主席、政府主席全部出嚟，安排個時間，我派個特使同你哋講點樣搞掂佢一個兩制不變不走樣，你哋俾曬意見傾偈，咁啊冚旗嘅啦，得佢就係可以。我在这次节目讲了，我说你习先生说的而已。哦，现在发觉呢，那你大哥你做一把手段，就算你自己搞你都赖班人家惨，即刻咪话原来个个拘捕军情，搞假情报，做错嘢，冇分析能力，唔使评估，我全部问责下台。立后追究，咁啊天下太平啦，全香港股债涨啊，系咪啊？嗱，啲學生大家唔好出街，而家要你班人家產咧，教校追究全部落台。跟住你哋啲學生會派曬啲同學、中學學生會出嚟，我派個特使嚟同大家坐低飲杯茶、食個包，啊，四隻六六七定位定嘅，收工，係咪咁啊？係咪最快啊？係咁嘅咋？我而家根據國際嘅規矩，話幹部做錯嘢一定要問責下台，咁啊搞掂佢喎，全國鼓掌喎，都使講咁多，講咁差多理論，又講又講又講啦，等使講咁多嘢，嘥撚氣。我都唔知佢點樣做官啊！屌你，拗曬，我都拗曬題，有錯佢哋錯，唔關我事，全部啲人呃報假情報，呃老闆，全部責怪問責安排，乜事都鼓掌喎。第二個問題，咁啊講翻木方嗰邊啦，咁就有有朋友用木方按嗰陣咧，就按到手踭位置，手指尾指尖咧就即刻感應到麻痹嘅，咁就放開嚟木方就麻痹咗幾秒就消失啦。咁觀察喺手踭個位置可能有路。有勞損嘅，遇上呢啲情況應該點處理呢？你要再揾手同佢帶翻通啲咯，即係帶佢行啊，按翻
得如六方再用按摩機斜多幾次，再帶佢行翻。但最緊要叫嗰個病嗰個有病嘅人咧，練功咯，練嗰個拍手嗰個鬆翻啲氣。一個你唔一次幫到佢噶，佢要練功慢慢嘅。使乜問題？咁啊，阿多拿你講過有次伊蘇尼內交官太太咧，就叫佢諗觀想聖母啦。咁如果回教徒咁觀乜嘢啊？阿拉乜樣嘅？觀想嗰粒星咯。觀想粒星咪得咯。因為佢嘅源流都係跟住嗰個祖先有粒星，你而家睇佢回教國旗，佢有粒星，有個背月噶嘛。記唔記啊？因為以前佢係同源啊嘛，喺猶太教出嚟噶嘛。你諗住粒星咧，有粒星咧放光嘅。咁跟住呢位就睇落阿 Yovita 嘅書上面講五大元素啦，但係好似寫到抽象喎，佢觀察五大冇乜幫助，應該點好呢？你而家睇啫，你冇練功觀察唔到嘅，你係知道啫嘛。你知道海底有咩生物，但你冇落去啊嘛。你有書本就睇，嗰個要練功嘅先能夠知道。有個問題。嗱，木方裏頭嘅火係咪可以清洗到麥輪上面負能量呢？唔係，咁係有咩作用？有咩作用呢？佢刺激翻嗰個神經，嗰啲有障礙嘅神經刺激翻佢咧，清洗嗰度喺我個離心力嗰度，喺個按摩器嗰度。咁轉識成智係咩意思咧？點樣可以將平日做功課嘅功夫用翻出嚟咧？香港人冇呢個條件啊，暫時嗰個係好深奧嘅，唔係好厲害嘅功夫嚟嘅。你係喺睇書理論上，你係做唔到嘅。你做唔到，冇條件做到啊！香港人又要翻工，又要供樓會，又養老婆，養老婆仔，又要咁多時間，福氣唔夠啦。呢個問題唔答，因為你做唔到。講俾你聽，你做唔到。嗱，咁啊，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墮胎嗰個胎兒可唔可以用紀念花園咧？有冇可唔可以幫助清除個胎兒個孽障咧？有，可以辦，因為都係福氣嚟嘅。但最麻煩咧就係話，佢冇名冇姓啦，咁你要寫得清楚啦，就話我本人乜乜紀念，紀念幾時咧？邊個年度曾經有嗰、那個未出世嘅生命嘅恩怨，我希望紀念翻佢，要寫一寫少少喺個銀牌嗰度，即係挑多幾個字，即係紀念一件咩事啊？對佢有幫助，對佢會有幫助。有個問題。嗱咁啊，係咪每一個先人，即係我有一個先人啦，咁就一個銀牌？還是係一門祖先都得嘅咧？譬如我哋姓陳嘅咁啊，陳道、陳門咁咧。呢個係一個對一個嘅，一個對一個。哇！咁如果我本身我去到我阿爺嗰代，我都之上嘅，我都唔知佢叫咩名嘅喎，咁點算咧？我冇叫你做嗰類啊嘛，我淨係做你知道嘅。但你嗰類咧就話你擺咗喺度，我哋每年我哋啲法會咧做回向功德嗰時咧，就你邊度知啫？你過咁多現親債主，咁多祖先，無數嘅生死，
就嗰陣時咧，就有位大佛都俾我哋放生回向功德。咁你喺在座嘅時間，你咪一半想你嗰陣時就做咗幾代嘅祖先咧？冇咗代嘅咩？你點樣去追溯到咧？又冇名冇姓，有佢只能夠係單線係有名有姓先有效咯。五親債主嗰啲另外一個嘅方法，就唔係咁嘅方法，第二個方法，第二個問題。咁啊，阿方華，你成日做嘢咧都可以四兩撥千斤啦，咁點樣可以做到咁嘅效果咧？有福氣咪得咯，有福氣最緊要啊！運去金成鐵。前來鐵變金啊，通勝都有講啊，冇運啊撲街啊！而家香港就有責任咧，喺錯誤嘅時間出現喺錯誤嘅地點，做咗錯誤嘅嘢咁樣死噶嘛？本來都無一不及，驕傲自大啊嘛，心術唔正咪出事嘅事。有個問題。嗱咁啊，你頭先講開福氣啦，咁祝福個力大啲定係咒人嘅力量大啲嘅？祝福嘅力通常係比較用到嘅，咒人咧就多數冇效嘅。首先佢傷害到自己先。咒人嘅咒術咧係專化嚟噶嘛。是行過咒術去咒人呢，是當好事去做的，不是學你世間人說咒這個更加慘仆街，不是這樣的，因為我要這個人平息了他對危害世間的，你是我慈悲心去咒他，這個難的嘛，你明白嗎？分別在這裡，分別在這裡，你是為了自己利益才咒人，我就首先你咒到自己咯。跟住話咒人啊，分別呢度啊，你唔係為自己嘅。譬如我哋之前兩年前開始咒呢班香港啲人啱咧，逢係商來開香港嘅人咧，嗰啲達官貴人咧，佢忽然愛國嗰啲冚家產，咁而家咪一幕個個撲緊曬街咯，個個真係撐撐到死曬咯，贏咗噶啦已經，我哋個個行出嚟冚家，個個冇曬面咯，撐個反送中嗰啲咩政協人大，係咪佢一幕清緊曬場啦？我哋行過周説真係贏噶，話緊咗㗎，你哋啊聽住我，好啦，凡係有對香港不利嘅人物，你幫我清佢場啦，一幕咪清緊曬場咯。贏咗啦！個個而家行出嚟唔敢見人㗎，我啲人大政協，知唔知啊？亂懵懵噶，一鑊打喺塵裏啊！你都唔知道你嗰龍天護法頂出嚟，但係為我自己啊嘛，所以咪贏咯，正念啊嘛呢個。有你打啲咒術仔咒人，唔係自己咒啲人，自己有利益，你自己受害㗎，唔得㗎，唔係為自己就得㗎，有乜問題？咁呢個問題我其實想問翻問呢個問題朋友嘅，咁佢呢個問題咧就係話親人病人可唔可以放喺羅省紀念花園未過身嘅？可以，未過身嘅，未過身都得紀念佢啫嘛，我紀念一個擺個紀念牌喺度，但我哋擺齊個位嘅，即係分開咗嘅。即係唔同個位置啊，紀念啊嘛！即係喺如果你去啲廟度咧，有啲人有個長生位擺度噶嘛，記唔記得？有啲唔係死咗噶嘛，可以嚟積壽。所以我哋用個學會去做咧，因為我哋收咗錢，我哋學會用翻呢個比較好深奧啊！你人哋擺咗嚟紀念，你唔同我做翻好啲世間事咧？為什麼他沒有了持續性運作嘛，我要跟他那些人擺到有緣分做運世間事，有好事要回向功德給他。
明辨的那个 recycle， 一个很大的学问来的。因为我本身有两个钱啊，我现在这个真是纯粹的文化推广，希望带来世界，我们中国文化呢和世界都是那些人宗教呢，靠那些人死了呢恐惧呢，搞来搞去搞权威搞成设计个木鱼头的天堂，你去用之无咁啊，變咗搞到而家咧，全部係啲宗教講起打仗咁。係啦，而家就係講開宗教問題啦。呢度就係有人問咧，阿東華，你係幾時發現呢個宗教問題咧？而呢個問題癥結係乜嘢？有咩辦法解決啊？問題癥結咪人對死亡嘅恐懼咯，對未來嘅恐懼咯。我係十幾歲，睇先，我十三歲。看《無名氏》一本書，北極風情畫，大家按手機按翻北極風情畫，有講到這個很厲害的人，他是所有他著作我看完，他的作者叫《無名氏》，30年代很聞名的，在民國時代有一套電影拍了叫《拍對的女人》，特別的風情話就說他說要世界未來有一種很新的宗教才可以和平的。我十幾歲呢，這個觀念藏在我心裡，即是我看到覺得很熟悉的說話，咦，好像我是恍如隔世喎。所以後來我師父說，你前世修行的，你不是你不會那麼快上手的學法，因為接我一個師傅的法時間呢，我跟著很快呢有個夢呢就問回我師傅，蛤，這麼快沒理由喎，他們出家人10年都未有這樣的境界喎，他們前世修行修過這些法，所以很快要請回。但我見到無名氏那個著作呢，我是如夢初醒的，或者人類社會呢在個宗教度這麼多年來不停地打仗，1/3的戰爭由他們引起的嘛，所以很年輕有這個觀念，他有什麼信弟養好一點呢，我一路都困擾著，到來找到佛學呢，一路都不夠夢，那人搞錯了，俗家人跟出家人學法，變成他的觀念是出家人怎樣投不到我，那一路研究呢就找到現在我這個方法，但我又要將那個佛教的招牌擺低，不用，這個不是宗教來的佛學，智慧學問來的，波大代表智慧嘛，你怎樣要神化了它呢，是人的本身有的學問來的，就是大家剛才說吃飯睡覺做愛是人本身有的東西來的嘛，你怎要搞個招牌上去呢，關宗教什麼事啫，所以今天紅旗一路一路很多年了，幾十年了，做了個學會都一路設計一路推廣一路改良，令到人對個死亡無懼，如果那些人個世界人不用死呢，個宗教就沒有了，我不用上天堂五信徒做的，是不是人不用死就沒有宗教的了，人的衣食住行充足又沒有宗教了，又沒有病，你沒有恐懼了嘛，是不是宗教存在的人有恐懼嘛，還有對未來的恐懼嘛，有一個就慢慢慢慢將它沖淡一點，這個是感恩啊，無名氏的，他好像是白少夫的兄弟來的，是吧，看看了白少夫兄弟來的，他二哥，這個同學剛剛相處好了，是白少夫二哥來的，我都記得了，但白少夫很厲害的，據我所知他80歲都有100萬兩三個女人人班人飲酒，在台灣都算八百的人，80歲
都兩三個女人喎，咪一個大佬，有咩瞓唔著㗎？咁厲害都有，好似我哋以前嗰個紀曉南咁嘅精神。紀曉南咧，三日半夜啲皮膚爆㗎。係啊，鋪少夫好文明啊！鋪少夫係我哋睇無名氏咧，係啟發我要搞宗教嘅文化。第二個問題，咁啊，博士你經常都鼓勵我哋誦呢個心經同心咒啦。咁佢近日持誦咧就108次心咒，咁有時間會念多108次添。啊，咁啊有一次咧就念咗。持續咁樣108次連咗5次以上咧，頭上面有股暖氣一路到腳，咁呢啲係咩原因嘅咧？但又唔係超高手嘅，正常嘅。嘅理由點解佢嗰個暖氣咧唔係多咗出嚟？如果我哋嘅人體冇暖氣咧，就死得噶啦。而家我哋人體有温度噶嘛，咁因為你個心靈咧。好多思維咧冚住咗，你係感覺唔到嘅。到你個心一靜落嚟，佢嘅念經念咒咧，係你嘅心靜咧落嚟嘅。你個心一靜咗落嚟，嗰啲無名頭嘅粗糙思維一收咗工，你嗰個潛意識嘅感覺咧就好敏鋭啦，你就會 feel 到嗰啲暖氣喺度。就唔係多咗嘅，不嬲有嘅啦，行緊嘅。冇發覺咩？啲血都熱噶嘛，唔係多咗嘅，係本身就你唔知，因為你個感覺咧係粗糙。到你念經或者念咒嘅心所，將你嘅粗嘅意識流咧刪咗，你嗰個好敏鋭嘅感覺咧走出嚟，你就 feel 到嗰、那個。血液的暖氣人體的溫度明白了嘛？不是你練功多了的，不要搞錯。第二個問題，學士空式裡頭呢就時是很重要，那可不可以講一下呢，平日用的時間總是覺得很少，是不是練功練得不夠勤力啊？修復咯，我相信你很少人忙過我的喎。我到而家都係做兩個鐘頭，哇！咁多國家嘅工作，有時兩個鐘頭都唔使，又要捉棋俾你，又要擺棋局啦。你收到啲 WhatsApp， 又要覆嗰啲貼啦，又要揾嗰啲下午茶啦，又要睇新聞點評啲評語啦。大家都同我收到㗎，係嘛？整一大堆嘢啦嘛，每日有時我掟出去都大家同我收到。就係最重要，你做工作咧係有個目的咧，係正面嘅。佢有個有個時空嘅交錯俾你，係好快嘅。即係你唔使諗問題，即刻可以留，即刻可以出點解，好快。呢個係講福氣，多啲做好事啦，掟多啲手，掟多啲印度電影俾人睇啦，俾啲學生睇啦，啊！有個問題，咁而家香港個時局咧，咁唔穩定啦。咁我哋一般人咧要點樣平衡個心態咧？同埋會有咩機會平？要點樣會平息咧？平息就要喺中央政府個一念之間啦。有冇呢個氣量？呢個係屬於一個比較大的卡瑪嚟嘅，香港人在呢近20年，特別有些年輕人咧，冇咗招思進步啦，個德行唔夠啦，一種嘅報應嚟。好啦，嗰啲有錢人家又為富不仁啦，都多到使唔曬入，仲要算嗰啲人嘅，呢啲人嘅心術又唔正咯。好啦，做教育工作嘅人，明知嗰啲學校咁樣搞法咧，對啲學生係不利嘅，咁你都真係搞，自己仔女咧就唔去讀，
教育局長都唔係讀，都要讀國際學校嘛。己所不欲，勿施人嘛。咁呢咪報應咯，社會你知唔知啊？很簡單嘅，係、那個結數係因果報應嚟，唔是因而是果。我呢班人個心術咧去到咁壞，你又唔應該享受呢個好嘅世界，佢咪變咗咯。很簡單嘅啫，啲小朋友應該安安樂噶嘛。哦，上晝翻學，下晝咧就做功課，學音樂，學藝術。唔使啲家長再俾錢走去周圍補習，搞嚟搞去，放學翻屋企啦，唔使再做啦，功課做曬，跟住同屋企食飯，開心瞓覺。老母一搞到晚，周身得閒，有啲要六點鐘起身。一下晝啊，學鋼琴，學乜學物，咪等佢揀咯。啲老師喺度改卷。唔做啊！呢班仆街嚟嘅，真係仆街嚟嘅。咪話咒啲人真係要仆街啊！啲你搞乜差嘢？你啲民間嗰啲工聯會啊、民建聯嗰啲做教育嗰啲人，你諗乜撚嘢啊？你做議員好安樂噶嘛？上晝讀書翻學，正當嘅科目；下晝食完飯，全部瞓晏覺，半個鐘起身學鋼琴，學乜學舞蹈，隨你揀。玩啊，做功課啊，做完功課翻屋企，你都唔使做，幾安樂啊！你屋企慳翻好多錢喎、啊，又車個僆仔真係補習鋼琴，又車咗學芭蕾舞搞嚟搞去，又唔啱緊周身唔得閒，嘥錢又同人傷財，係咪？你將嗰啲體育啊、藝術啊、音樂啊擺曬下晝當玩嚟教就得噶啦嘛，你個母都搞嗎？有咩問題？唉、哎，講起就怒氣㗎啦，啲人講起真係怒氣啫，講錯啦。學嘅嘢，咁啊，家長慳好多錢㗎嚇，又唔使唔開心啊！啲僆仔喺學校下晝如果做埋功課，做唔收工走得，做功課有阿 Sir 問啊，大佬唔識都有同學問啊，有咩問題？啊，咁啊，講翻小朋友啦。咁有位小朋友咧，七歲都仲會瞓覺嗰陣瀨尿咧，瀨到唔知醒，瀨完都唔知醒嘅。咁係女仔嚟嘅，點樣幫佢咧？要見到人啊！佢因為我天生嗰個中樞嘅神經功能咧有問題，要見到先答嘅。咁樣另外點樣走呢個佛家嘅征服之路呢？同埋有冇邊啲佛經書籍可以去參考一下呢？同自己交朋友係咩意思喎？唔好自己呃自己，同自己交朋友就你唔好自己呃埋自己嘛，咁簡單咋。因為我哋兩個人嚟噶嘛，一個人係有兩個人喺度噶嘛，有男有女噶嘛，自己要練功噶。最基礎你要擴大咗心靈嘅練功，即係你唔擴大咗心靈，你諗唔到啲問題嘅。你冇嗰個力，推唔開嗰道門啊，個思維。好多宿世嘅，即係前世帶落嚟嘅觀念啊，障礙咗你。面子問題啦，好食懶飛啦，又希望話不勞而獲啦，又有啲僥倖啦，咁啊影響咗好多人咧，嗰、那個動力咧冇咗嘅。我最近一次多咗俄羅斯嗰啲人嘅。資料出嚟，哇！佢啲個個人啲眼神好厲害喎，真係喺我哋國家揾唔到。我琴日接咗溜冰一對俄羅斯嘅選手，哇！佢啲眼神真係犀利，佢嘅專注到佢為自己練習，佢唔係為個人嘅，佢係為咗做好嗰件事去。同埋為國家嘅名義去喺度，啲眼神唔錯。我唔知道我哋國家啲教育係點樣。
你知道在佛经咧帮你唔到的，你看晒都冇用，唔系你嘅嘢嚟噶嘛。你一定要透过训练嘅，即系你举重，你唔去训练咧，你举唔到嗰个重量噶嘛。个心灵，你唔经过训练咧，你承受唔起你嘅观察力噶嘛。喂，如果你突然间你多咗个观察力，你承受唔到噶喎。哇，咁都得嘅咩？嗰啲咧就係喺世間嘅呢一句人，讀書呢一句人，思想聰明嘅人，佢睇嘢快，但佢會入咗牛角尖，粉製陣足，佢個心靈嘅力量唔夠啊，化唔到啊，明唔明白？化唔到咪两张自杀咯，屌！化唔到啊，睇唔开喎，佢哋啲人睇唔开，逼死咗自己。越叻嘅人咧，越唔开心。佢都睇到问题，但佢唔知道解决问题。佢又唔接受咧，个人世间系有呢个问题噶嘛？你俾人呃系应该噶啦。你唔好彩嘛，咁你撞啲人，你冇運冇福氣，咁咪撞啲朋友呃你咯，幫你嘅朋友你撞唔到咯，佢睇唔到嗰拳咧，就是、你本身咧係招引呢啲人嘛。我哋成邊貴人嘅，係啊，我就喺教吉啊買啲樓，而家佢哋個大老闆就喂郭先生，你一定要同我哋多啲合作先得㗎咁，佢主動提出嘅喎。土耳其的大富商有一個你住去呢，你住我酒店啦，我地俾晒酒店你住，只要你唔使收錢啦。咪我要求佢嘅大佬，所以好古怪嘅人哋有種靈感㗎。咪你地住我地酒店得啦，唔使俾錢啦，天庭冇俾錢，你俾我招呼你啦，主動嘅。这个问题你本身的修为的。第二个问题。咁啊，心经里头呢有一句是远离颠倒梦想啦，咁究竟是即是点解喎？冇得解。解你都冇用。冇得解。亦都唔会解俾你听。喂，第二个再问多两个问题收工，因为我入咗人。咁啊，有啲属于佢本身有啲咁多兩三個，今日超多問題啊！唔好問啲理論性啦，有啲咩實際性嘅東西睇下先。係啦，到時要要呢位網友話咧，佢係凌晨3:00至5:00連喺客廳練功嗰陣咧，佢嘅外子喺睡房嗰陣咧就覺得有震盪，咁樣係咪應該改去第二度練功好啲啊？改班時間好啲啊，唔可以干擾到屋企。你可以改班夜晚7:00至9:00啦。夜晚7:00至9:00。因為我哋要唔干擾到人。同埋嗰個時辰咧，唔係咁重要喺而家呢個階段，或者你係改翻朝頭早7:00至9:00就得，人真係要瞓覺休息噶嘛，要日頭做嘢噶嘛。你其實點解你練功練到要有震盪、平靜、頭暈、巴閉咧？搞笑啊嘛！你一定要改，改翻早上7:00至9:00，大家改到晚上先。因為現在這些初步的時辰對你不是那麼重要，是當然那個時間它有另外一個氣場在這裡，
但關於差事咧，佢場你冇嗰種架差，又入唔到去，係咪啊？係有啊，關你咩事啫？你話咁樣簡單前硬，根本冇咩用。你開唔到個鎖嗰個門，你唔相應到，所以你肯練已經好噶啦，唔需要執著嗰個時間。第二個問題。嗱，我哋經常都要應酬啦。咁啊，阿多提都講過呢個應酬因就係應酬果，點樣唔搞到可以點樣可以改善咧？唔去咪得咯，唔應酬得噶，唔應酬得都唔使諗咯。冇人強迫你噶嘛，你可以唔去噶嘛，係咪？或者揀嚟去咯。複雜的人不去，不知道沒有什麼結果的人不去，浪費時間，是不是？如果現在去日本工作或者旅行適不適合呢？就說沒有，不OK，其實很多人都去的。這個不給到意見的，這個給不到意見。那啊，這位就學開中醫的，那就對阿Yovita的理論呢就覺得很大矛盾的，那在細節上不知道阿Sir有沒有什麼看法呢？你看片面來說更有矛盾的，因為你沒有正式去研究嘛。等於話你畫到符可以止血，咁你咪仲多矛盾？係你未到嗰個層次認識唔清楚，有矛盾係正常嘅。咁你要自己慢慢咧走去摸索，係靠你自己追求嘅學問。挖到符可以止血，那咪重大矛盾，啱唔啱啊？係你膚淺睇唔到，唔係人哋嘅矛盾，個矛盾係你自己膚淺，唔知道有呢個學問。遲啲阿楊律師會寫出嚟嘅，因為喺越南咧有個。有地位的人，他早幾十幾天來跟他說話給我聽，梁律師在節目上我也有講這一集，他說多謝我，又忘記了我姓什麼，他的眼球底後面出血，影響看不到東西，即是眼球後面爆血管影響了看不到東西，由新加坡又去大醫院看，出手無策，眼球後面啊，爆血管啊！阿楊律師睇住我出手醫佢，係佢哋嗰個大老闆請我嘅。咁佢自己個側幾個人側邊都睇到，佢隻手咧有一陣血走出嚟。佢哋好奇怪，點解醫眼嘛還能睇到嘅？等佢。整手的呢我勾晒頭，這些你什麼醫生都違反了常理，眼球底出血開刀醫不到的，眼球底後面的微絲神經那血管怎樣，你告訴你怎樣做手術呢？或者就整隻眼抹了出來，堵塞了那些血管不經眼球咯，是唯一這個方法，要西醫沒有第二個方法，眼球後面爆血管，整個腦開了你都死，為什麼我精神爽利，多謝我，我們寫了出來，這個應該值得寫的，我叫想要我們中英文寫出來，我扔回給世界我的醫學給人知道，你都扔回不懂醫的嘛，等於而家個僆仔死得好冤枉嘅，呢個周子咩啊？周子龍，第一佢唔識我啦，
你第一次手術失敗是不應該失敗的，因為現在醫生是不肯救班，即是你即是斷緊股啦，你沒有詳細評估曬成個醫況咧，先由邊度入手咧，你咪唔會失敗咯。你斷緊股咪失敗咯，失敗之後再做第二次手術又失敗，第三次咁咪收緊咗工咯，第四次已經做唔緊到啦。點解第一次會失敗呢？在蒙古我們更加不肯使劲，他完全不懂醫嘛，一大生這些這樣症，第一即刻止了個內部出血先，傷了有他內部不出血，內部停止了出血，那就到時啦，大得到啦，但蒙古還厲害喎，你日日跌馬噶嘛，大佬打仗，我哋蒙古當年古代僆仔六七歲啊，騎馬跌到撲街，喺馬跌落嚟打仗仲犀利，日日冇人跌落嚟傷頭傷腦斷腳咧，就係唔緊正常嘅，有啲就正常嘅。佢就手指一指，你唔停止出血，跟住將佢出咗血出嚟嘅咧。嗰啲語言咧散走佢，佢咪自己埋口咯，明白未啊？冇呢科噶班友，你醫呢啲用只筷子醫噶，佢哋諗唔諗到噶？你醫呢啲內電腦震落嚟出血咧，用只筷子醫噶，一撬開個口就咬住只筷子，咁兩個錘仔卜卜卜卜卜卜，咁啊震散曬嗰啲腦神經恢復。震散走嘅語言咧，行翻入嚟啦，好撚犀利啊！你識條毛咩？你講俾聽話，嗱我咧有矛盾啊，唔撚啱啊！屌你咧唔撚識咁啊，有矛盾啦！日日打仗啊嘛，我由朝打到晚，屌你日日跌馬嘅，係咪？好拿手噶，就算換教醫術喺呢方面好犀利㗎。佢嗰個同萬帝國嗰啲啱啱長篇打到羅馬帝國，個人個有套醫術㗎，大佬又係用咗長嘅啱刀騎馬打咁啊，大佬羅馬大軍，所以佢嗰啲人咧醫鐵肉，啊唔識醫啊，喺我撲街嚟嘅我都好無奈咯。好咁就問題都係有證嗰啲就都唔問啦。咁不過有封感謝信，我需唔需要而家都係講講啊？我一讀一讀啊，咁啊呢位啊有位朋友咧就喺廣州嚟嘅，咁就寫咗呢封信俾阿當頭嘅，咁就佢話佢係嚟自廣州嘅，咁喺度好誠好真摯咁樣感激你嘅無私分享。由於國內嘅特殊情況，喺佢嘅成長經歷裏頭咧，對家庭事業朋友嗰個觀念都好薄弱，甚至係畸形嘅。以致犯了很多不明原因的錯誤，導致婚姻家庭就矛盾不斷。近幾年呢就通過了解你的觀點來調整，家裡就祥和了很多，事業也都開始穩定的。現在開始學習你的祝福文，幫我擋了很多人雲亦雲的人和事，也都令到多了很多好的人來幫我。他就覺得這件事很不可思議，也都但是又實際咁樣發生緊嘅，所以今次咧就專程過嚟香港嚟多謝你嘅。咁咧就另外有少少嘢想請教啦，就關於2005年關於《靈驗經》嘅電影嘅名稱，又或者係有冇機會其他有時間嘅話講一啲《靈驗經》嘅開示喎。冇得講，亦都唔應該講。靈驗經啊！電影我哋喺佢想睇套電影。等住咧，有同學知道嘅，你咪上翻我哋天台電網有貼喺度啦，有嗰條 link 喺度，有嗰個好戲推介有嘅天台電網，上天台電網揾得嘅，喺個好戲推介嗰度。好，今日到此結束。今日嘅咁咧就嗱，先聲明，兩個禮拜後係雙倍價錢，咁你哋咧登記揾方太，咁啊個收條咧就你自己要翻嚟報税，到時我哋收曬錢都會教你點樣做，點樣做。特別嗰啲冇死於非命啊，唔夠税啊，咩剩啊嗰啲咧，我要特別要處理嘅，啊咁啊。
如果你有朋友肯做，就叫兩個禮拜後，另一個價錢，但幫到人，因為幫到人，你幫到人，你好重要，因為他很多人比過去那些祖先，拖住你，變成你人生路上很多東西擺不平，比較神秘的運作。 下次有仲要繼續啦，咁啊，仲有一位啦，因為我今日約咗人，要開會啦。大家好深奧，得閒先數下剛才所講嘅食飯瞓覺問題係好深奧，我由嗰度入手咧，係成就好深奧。 如果今日嘅朋友出會介紹佢嘅親朋戚友嚟，擺嗰個紀念花園咧，係收八折，但你要講埋你今日出席介紹嘅朋友，即係你有翻個好嘅緣分喺度咯，即係啊識你都有着數我咁，即係呢個八折，譬如話6000蚊，咁你咪8×4就8，你都平咗。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me en tus ojos, verte junto a mí. Pienso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oh,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me en tus ojos, verte junto a mí. Pienso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Oh,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me en tus ojos, verte junto a mí. Pienso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Oh,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tú.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perderte, perderte otra vez. Quiero tenerte muy cerca, mirarme en tus ojos, verte junto a mí. Pienso que tal vez mañana yo ya estaré lejos, muy lejos de ti. Bésame. Oh,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